色深 V 高叉连身衣，胡辣展现纤细美腿翘臀，天后蔡依林终于推出新单曲。另一套黑色紧身衣，九零二人事业线同样让人目不转睛。这位哈西手全球百大 DJ Steve Aoki 以及美国歌手 Max 一口气出了中英两个版本，国际大咖为此苦练中文。那些抓不到的，反正就当成做梦，有何不可？就连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也出现了巨幅看板来宣传。这次天后呢，合作对象来头不小。Steve Aoki 是全球百大 DJ， 更曾提名美国葛莱美音乐奖。至于 Max 受封年轻流行歌神，是美国双白金认证的唱作歌手，国际菜真的不是就假的。今年三月初，哈才刚跟百大 DJ 联手，过去甜蜜蜜 MV 也夺下了国际五项影展的奖项。尤其我配专辑当时也登上超过六个外媒专题， MV 更被美国时代杂志专文介绍，奉他是亚洲舞后，如今音乐版图再延伸，越来越国际化。个人选择中心走不到。